关爱。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信杰，我们这么帅的新郎信杰，这么美丽的新娘淑君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，从妈妈怀胎十月出生，辛苦的出生，到这一段成长的过程中，母亲的爱非常的浩瀚，母亲这样把他们养大。我们今天呢，母亲节下个礼拜，我们现场的这个新郎新娘要对他们双方的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双方的妈妈上来。好，我们请男生的妈妈请到台上来。哇，我们帮妈妈拍拍手，妈妈真的好伟大哦！来，我们先请男生的妈妈到台上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女生的妈妈到台上来。好，我们请女方的妈妈到台上来。哇，好年轻，好漂亮，两个妈妈都又年轻又漂亮。好，接下来是感人的一刻了，他们要献花给对方的妈妈。为什么是对方的妈妈？谢谢妈妈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先生，谢谢妈妈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太太。好，我们先把花拿到他们的手上。好，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请淑君先献花给男方的妈妈，谢谢妈妈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先生。好，我们请献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他有话要对婆婆说，来。其实呢，我婆婆她在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她照顾非常细心的照顾我，所以我想说，趁这个下礼拜是母亲节的时间，因为她照顾我，去年的时候我安胎，然后我又带菜什么的，他照顾我非常的细心，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女儿在照顾，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能够，感谢他，因为平时的时候我本身就比较不会表达的人，所以我想趁这个时间这个地点，能够跟他讲一下母亲节快乐，因为即将他成为我第二个妈妈，所以我想在这个时间跟他说母亲节快乐。现在是2008年5月3号，5:40，在 Gary 的婚礼，蔡雪太太。对啊，不一样哦，发型变了。晒黑了。我今天才刚去桃园那边爬山。是哪边？桃园。桃园哪里？虎头山，去那边看桐花。录影还在录影，对，你现在在哪边啊？现在在桃园这边。对。是吗？我在宏达店。宏达店，那很好啊。我还在录。看他亲身力的赛程，对，然后现在还30-40个了，加我们回去，对，30-40个。刚好是这个礼拜都开始做，对，应该下礼拜就回南部了吧？是软体的，台南是做软体的，对啊，都是软体，软体的比较好，比较容易。在台南不用收费，对啊，我回台南啦。台南真的我也蛮想去的。干嘛回台南啦？你不是土城吗？土城到时候就找地方好了。是你家住土城？我家住土城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去啊。你什么时候那个？明年1月。好，继续录。等你。大头，你现在高雄吗？我在台南。在台南，台南市区，已经长这么大只了，受不了。好久不见了，你的 browser 还好吗？啊？你的 browser， 你的昵称每次都browser 要重写。那、啊、你先生呢？在那边坐着啊，我看你来，我想说我怎么都没看到你啊？在哪里啊？在那边。在那边。
边坐着。哪一桌啊？那一桌跟那个有。哦哦，那边啊。对。哦，怎么坐那么远？我很早就来了。我先绕一圈。哎、欸，我上礼拜有去庆仁大溪玩。真的。那两个进场就要跳舞。半年多跳舞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啊。OK 啦。OK。好，趁现在帮拍个照。我还在联动哎。你看过？很多都有。还有一个那边两个伴郎啊。就是导航。而且哎，不是车房。哎，啊，那个罐桶那个你们会去吗？我会去。啊，你要住那边吗？现在在高雄，很快啊。哦，你那天会回高雄。哦，这时候新娘淑君走出来了。录到。好帅啊 Gary